我的世界12个藏宝箱的巧妙方法，让小偷空手而归。当你玩联机或者服务器时，总会有一些喜欢偷懒的玩家想要盗取你的劳动成果。如果你还没有末影箱，情况会变得更糟。为了防止宝物失窃，我准备了一些巧妙的方法帮你隐藏宝箱。第12名，箱子和木桶虽然都是木头做的，但它们并不会被火焰点燃，而且在岩浆中还能正常使用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宝箱藏在附近的岩浆池里，就算小偷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，也不会有任何收获。他肯定想不到箱子啊居然在岩浆里面。第11名，面前的桌子看似平平无奇，但在桌子下面却藏着一个宝箱。当你把蛋糕吃掉后，箱子才会出现，只需要往桌子洞里丢一个箱子矿车，然后用活塞把堆肥桶推到下面，最后放上一个蛋糕就 OK 啦。堆肥桶的边缘刚好堵住洞口，保护下面的箱子不会外漏。你也可以用木桶代替箱子矿车，然后再放蛋糕，效果同样也不错。第10名，相比于把箱子放在床边，我更喜欢把箱子藏在床底。如果你看过木桶的背面，会发现它和云杉木板非常接近，把它放在地板上就像是给箱子披上了吉利服，让人很难察觉。第9名，在我面前有一个暗格，你知道它藏在哪吗？你只需点击箱子下的地面就能打开暗格，访问下面的隐藏宝箱。暗格是用活板门做的，它堵住了箱子与地面之间的空隙，和地板融为一体，不仅保障了财产安全，拿东西的时候也非常方便。第8名，同样是活板门暗格，不过这次我把它藏在了水源下面。从外表来看，它只是最普通的水而已，但当你点击水底时，一条通往密室的通道就出现在眼前啦。你能在这里存放大量物品，这个暗格还可以隐藏在农田之中，让隐蔽性变得更强。第7名，在外人眼里，这是一个箱子组成的储物间，而且主人肯定很穷，放的都是不值钱的土块和石头，但实际上它存满了金银珠宝，因为箱子厚的并不是木板，而是一整面木桶，这才叫真正的箱后箱。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吧。第6名，因为原版的床很小，放在大屋子里不太好看，所以很多人都会用羊毛做装饰床。这种常见的物品是我们藏箱子的最佳地点，只需要把白色羊毛换成细雪，就能将枕头变成秘密入口，从外观看不出任何破绽，隐蔽性、创意和美观程度我都给满分。第5名，对于会用黑科技的玩家来说，不管你把箱子藏在哪里都无济于事，除非箱子根本没有隐藏。魔智玄武岩和发射器的颜色很搭，放在一起时没有任何违和感。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把宝藏藏在发射器里，任谁都不会想到这个普通的装饰方块内部居然暗藏玄机。第4名，当土地变成耕地时，地面会变低一个像素，我们可以利用这条缝隙访问背后的箱子，但路过的人很容易发现这条缝隙，所以我们必须得改良一下，把箱子换成木桶就能堵住缝隙，完美藏在耕地之中，除非用放大镜仔细观察，否则很难发现。第3名，我们都知道右键展示框可以旋转物品，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当它连接比较气候，物品旋转到不同的角度会发出不同的红石信号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设置一个隐藏性很高的红石装置，只有物品旋转到特定角度时，隐藏的箱子才会露出，再次旋转物品，箱子便会隐藏，是个很好玩的红石装置。第2名，在设置选项里有个叫渲染距离的选项，距离越高看得越远，超过可视距离的方块就算没有任何隐藏也不会被显示，所以啊，我们只需要把箱子放在世界的最高处，就能让它消失在玩家的视野之中，即使没有任何隐藏也不会被发现，直接从物理层面上杜绝了被发现的可能。第1名，灵魂沙不仅仅能做泡泡电梯，还是一块传送石，它能让你在铁路上瞬间消失，被传送到底下隐藏房间。想要实现它，无需任何指令或者模组，只需在灵魂沙下一格的位置再放置一段铁路，当矿车前进到灵魂沙的位置时，便会自动进入地下，实现传送的效果。这可能是灵魂沙最帅的用法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快去试试吧。